隐士局，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押机，溜隐士都有哪些注意点？他家那个沙包或者小门或者木，我看一下木跟沙包什么图。他在沙包里面，宝宝快走，他在沙包里面。四合院外面有个心理，说明监管者在沙包里面。如果你们是修机位的话，直接往大房跑就可以了。他在我这，我们直接开装饰六条，直接拉点。这边卡一下模型，不要让他那个有放电的机会。好像他要。反正不要他，没事。还在这，有风窗的。卡模型，不要让他那个。我这血量是 0.8 吧，0.8， 你们一个人切蓝的就行。他要闪现的，他可能不会那个。一个人切蓝的，一个人切就行，不用变两个切，一个切就可以了。如果上红的那个谁就切，手木能切就切，手木切切切，你们都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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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扛不了扛不了扛不了，我这那个谁来捞一波就行。在沙包里面有点远，我看一下。心理过来吧，心理直接过来，他们两个有点远，你直接过来吧。他你直接过来，就他等会要卡血线的，你直接过来，不用怕。不用怕打你走直线，不用拐弯抹角。走直线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他要卡血线的，你直接过来，接救。好，不用砍刀，不用砍刀，不用砍刀，他可能要打你。打我吧。能切吗？等会儿邮差看能不能切。切不了。我先那个。来补一下。我导演点。我在那个沙包小门这里，我在小门这里，压满就有搏命，就不应该就够了。银器的话去压一下那个沙包里面的，被那个小射焰的射焰那个什么人过来，赶紧过来，别贪，不要贪，不要贪，不要贪，小门飞去，你直接开铲子过来。银器这血量应该死不了，没事。我死不掉。他上红的话也没关系的，他好像传送你。我可以切电，他没用过技能，先不切。切吧，切吧，切切，不用，切也行。切的话是0.3，0.3的话是多少？0.7。加速器。0.7。我卡位。哎，他绕了，马上修我。能开多少？我九十三。去贴上，去单门吧，贴单门吧，他有传送的，能开的话等会。那差不多了。那我往单门跑。我上。不灵，我先过。在我这，能开就开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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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开直接开，死不了的。还能赢。还在这。四合院没地窖。还追还追还追！啊，他闪现，他这闪现憋多久了？走走走走，可以走。他闪现憋多久了？
憋了一整局了，宝宝。好的。我还在想知道他带啥技能，还以为他带传送。我也以为他是传送，一直播放。